谢谢谢谢。哦，刚才送我东西的这叫什么名字？送我一篮球裤，怎么？哦，谢。这咱俩现场穿上吗？我怕露出篮球衣来。我给你拿下去。嗯，拿下去。您先跟大伙聊会儿。好吧。啊、嗯。那我的。你知道我们这孩子出身都是干什么的了吧？就是勤俭。嗯，这叫翻场啊。什么叫翻场？谢谢朋友们热情掌声啊。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。对，于谦于老师。您老师相声说得多好啊。您捧我了，一直处于捧哏的状态吧？这不是状态，这是工作。处于捧哏的工作。对，就是傻了吧唧，就是你们这种。您这怎么说话呢？您认识人也不少吧？啊，干这么些年了，认识不少人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您看看我，嗯，看我这个模样，嗯，我这个戳哥，嗯，我这个言谈举止，嗯，你看我像一个干什么的？你给我上来！什么眼神儿？就这模样能是卖鞋垫的？那我是哪儿？那我呀也别胡猜了。嗯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啊。对，我可以告诉您，嗯，我是一个戏子儿。哎，您是一个什么子儿？戏子儿啊？戏子儿是什么呀？就是唱戏儿的。您这么瞧不起您自个儿这行当吗？什么叫戏子儿啊？就戏曲工作者啊。您要这么说的话是对的。认识我吗，宝贝儿？不认识您，宝贝儿。嗯，聊宝贝儿啊。不认识我？不认识。真不认识我？嗯，我这么有名你不认识我？您怎么有名了？我在京津上你打听打听都认识我呀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您在哪儿？京津上。京北京。津天津。上上海呀，宝贝儿啊，那叫京津沪。有意思吗？有意思之极了。京津沪，对，你甭管沪哪儿，知道吧？沪哪儿的？你甭管怎么个沪法啊，反正就是咱有名儿。哦，在京津沪一带您有名。当然了，不光是京津沪，哪都有名。全国啊。嚯，我们听人吧。啊，您可以听人你就知道了吧。嗯，小智子啊。没有大痦子呀？谁叫大痦子呀？谁叫小智子呀？魁智子。您这口气太大了。怎么了？魁智，于魁智啊。啊，我知道这人。于魁智，他叫小智子啊。啊，于魁智，您认识？我当然认识了。哦，我给于魁智蹬三轮，这多少年了？啊，你算，我就甭算了，甭算了，那有什么可露脸的？给人蹬三轮去，谁蹬三轮？你蹬三轮？不是啊，于魁智有一个毛病。哦，对，坐车的时候晕车。哦，坐船的时候晕船。嗯，坐飞机的时候晕机。那就甭出门了，那就逮什么晕什么。他只能蹬三轮上班。你瞧苦日子过惯了。我有一三轮啊。你我们俩关系好着呢。你瞧这我们俩关系好着呢。你会好好说话不会？就这样，我们戏班都这样，比你们臭说相声强多了啊。我们还真跟您比不了。那当然了。哦，他蹬我那三轮。是是，我跟他同行，我也唱戏的，京剧。京戏？国粹。国粹呀、啊，这脆就够狠的了，再脆一下，你这国粹。哦，国粹，唱京戏的。谁京剧？对呀，唱京剧的。好好好。北京有一个科班
科班，这个嘴还唱京戏呢。科班，《傅连城》，那是老戏班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，一共七科。对，喜连赋、盛世、元运、庆生平，这么七科。您这十科了，您这个是十科。反正你手指不缺 啊，多新鲜呢！十科啊，办到七科就没往下办，不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就到庆字，对，就到这儿、嗯、就没往下办。对，其实啊，转入地下了。这玩意儿还能转入地下？潜伏啊！这也潜伏？当然了。嗯。后来又续了七科。哦。有名字呀。都怎么叫？都有字啊。嗯。七科啊。嗯。一场不看都难受。七科怎么那么水呀、啊？这个一场不看都难受啊！您算哪科？步子科。哦，您怎么称呼？步群。没敢请教您贵姓。岳。岳步群呐，害怕了吧？我知道你要干嘛，我就害怕了。我觉得你哪儿我就害怕，你应该害怕。我听这名儿熟，岳不群就是我。哦，唱戏好多年了。我问您，嗯，我问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嗯，您现在刮胡子是不是用吉列风速三？是。对。我不用了。给您道喜吧，嗯。你也不用了吧？你才不用了呢。我一直用着呢，您省挑费了啊！哼，不用了，您不用了，当然了，好啊。之前我唱什么都行哦，之前老生，老生行啊，后来就是青衣，那是入了傅连城以后，对，嗯，对。